热情打招呼，捷克首都布拉格市长赫瑞普在副市长黄珊珊陪同之下参访台北市立动物园。戴口罩、喷酒精、防疫高规格，一样都没少。全程一个多小时，没跟其他民众做接触。逛动物园，布拉格市长似乎对穿山甲颇有期待。As a cave here, we try to introduce even natural light, because, as you know, that Chinese pangolin is nocturnal animal. 在导览员介绍之下，布拉格市长更拿出手机拍照，强调过去在书上看过穿山甲，从此爱上这种动物。由于台北市立动物园繁殖技术领先全球，赫瑞普极力争取能借殖到捷克，而动物园强调之后送检疫程序确定就会运送穿山甲。This is the best shelter location.借殖穿山甲成功，让赫瑞普很满意。实际上，台北跟布拉格市之前缔结成姐妹市，老友赫瑞普再访台，透过穿山甲交流，让两方情谊更迈进一步。三立新闻台北综合报道。